你们看看，有这么体面的流氓吗？这不是姐，这是漏房的大宝贝孙子。<笑>你不是没孙子吗？让你儿子使使劲儿啊！你别整天跟着鸡较劲呢。<笑>如果你不能给他个平静的机会，甚至你还要因为他有你这样的父母而去拼命，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？他一定会说：“妈，你把我塞回去吧。”怀孕的事儿，半个字也不许提。不提。 打比方举例子也不行，不行。这事儿没有想到万全的解决办法之前，你只能烂在肚子里。我爸终于可以当上孙子了，我当孙子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谁要是先生孩子，这小院看见没有，就归谁。